诸位，今天请你们来，是要答谢你们，多谢你们呐！啊，济灾民之所急，忧朝廷之所忧，每个人都捐了银子。我和十三爷是既高兴又犯愁啊。高兴的是。 总算是有人肯捐银子了。犯愁的是你们捐的这点银子，每个灾民10碗粥都不够，我还得答谢你们。没法子，只好把你们捐的银子摆了酒宴来请你们。喝了这顿酒，我和十三爷就不欠你们什么了。 十三弟，我不胜酒力，你代我多劝几杯。好啊，诸位，今天我就代我四哥醒酒了。我是个带兵打仗的啊，是军营里滚大的。我喜欢军令行事，今天我的酒令就是军令。任大人，那。 就从你开始吧。来，请。好好好。来来来，请。 谢十三爷，谢十三爷，谢谢十三爷。来来来，十三爷，江辉九爷府来信了，说您呐喜欢好兵刃，叫小的给您物色物色。小的特地托人啊，从江西号上断了两口宝剑进上去，不知爷赏受了没有？哦，原来那两口宝剑是你孝敬爷的。 是是是啊，那看来你也是九爷的门人啊。对对，哦，哎，我说任大人，在，你们二位是怎么个话说？回十三爷，他是下官的弟弟。啊，我说呢。<笑>十三爷，我已经把人带来了。啊，把那个王八蛋。 给我带进来，这，带进来，走，跪，走，跪。卑职池州知府李干叩见四爷十三爷。<笑>你好难请啊，啊？ 头一次钦差行员给你发了传票，叫你召集商号们纳税捐款，你竟敢给顶了回来，啊？知府是个什么鸟官啊？啊？永定河里的王八都比你这一次人少得多了，你为什么敢抗命？ 是吃了什么药，还是有人在背后给你撑腰了？大人，奴才哪敢抗钦差的命啊！恰日行辕来人，带来了奴才的本主大千岁爷的信，说是大福晋的嫡亲侄子要去福州，叫奴才备办东西等着侄儿少爷。 奴才想大千岁是四爷和十三爷的大哥，奴才给他老人家办差，四爷和十三爷准会宽容，因此公事上就缓了缓。小的本想这茬子事过去，闭嘴！是是是，大人是大人。三张纸，胡个驴头，你好大的面子！哼，开口闭口大千岁，我大哥，要是知道你这样的没有王法。 早就扒了你的皮了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太子爷，
大爷、三爷、我，还有八爷、九爷、十爷、十三爷、十四爷，我们是当今皇子，一父同体，一朝为臣，我们是休戚与共。办事甭打商量，都知道处处以朝廷大局为重，从不敢因这私事坏了朝廷的章法。黄河发大水，皇上急，朝廷急，我们皇子们哪个不急啊？一路上来，你们也都看到了，那么多灾民，天天在挨饿，天天在死人。你身为朝廷命官，视若无睹，居然连本钦差发的传票，你也可以不理不睬，啊？州府那么多富商，高楼广厦，锦衣玉食，养小妾，喝花酒，赏妓女，眼瞅着那么多小民百姓饿死，你眉眼眨都不眨一下，嗯？上百万灾民等着捐款银子救命，你左一个大千岁，右一个本主，你是要把耽误朝廷捐款赈灾的过错都推到大阿哥身上，是不是？你是想害了大千岁，还是想挑拨我们皇兄弟的关系？四爷，住口！不敢不。四爷也是你叫的，陈光惠。是，回钦差四贝勒，奴才糊涂，奴才下次不敢了，奴才再也不敢了。四爷已经敢了，年羹尧，奴才在。他既然自称是大阿哥的奴才。那我今天就带大阿哥按家法治他，剥了他的官服，捆到外面去，先抽30鞭子。四爷，哎呀，四爷，十三爷，把他带走。奴才知错，奴才再也不敢了，奴才知错了，饶了奴才吧，四爷，十三爷，饶了奴才。晚安。卑职在。你是九爷的门人，你说说看，像大阿哥门下这种奴才该不该惩治啊？当然应该惩治。你是个识大体的人呐，自然不会在下面干出连累本主的事，是吗？是。刚才我说了，黄河发大水，九爷也是心急如焚呐。他最近没给你来信，让你想法捐点银子？回四爷，捐款是卑职应该做的事，就是九爷不来信，卑职也应该捐的。这不，我已经向田大人捐了一年的俸禄银子。我知道，知道。我不是问你捐没捐，我是问你，九爷和你通没通信？回四爷，奴才和本主当然有书信往来。最近呢？最近没有。伯安，这次我来，我九哥托我捎封信给你，他跟我说让你还有那些盐商老爷们多捐点款。你看清楚了吗？我看清楚了。好，捐款吗？我捐。来呢，在。把这捐簿子拿来。这林大人好，任捐20万两。20万两？你不听九爷的话？那好，那我就把这封信带回京去，交给皇上，也让皇上知道九爷的一片苦心。你看。我捐。不过好，只要你捐，和你在座的盐商们都捐，那么这封信我自然会还给你。你看，任大人，请。20万两。
你猜猜什么？我要参他煽动灾民闹事，逼迫盐商捐款，他不是人。算了吧。灾民闹了什么事儿？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？盐商捐款那是白纸黑字，都是他们自己愿意捐的嘛。那，哼，他凭什么罢了车明的官？不经上报朝廷，就擅自任免地方官员，就凭这条我们也能参加。对，我们就凭这条参他。参不参的都不着急。何处有消息说，皇阿玛已经下了旨，宣他们回。皇阿玛也知道了。诸位都辛苦了，这次本贝勒和十三辈子奉皇上圣命到扬州筹款办镇，多亏诸位鼎力相助，在此向诸位道谢了。不敢不敢不敢。尤其是人不安人大人，急灾民之所急，忧朝廷之所忧，慷慨解囊，率先捐款，实属难能可贵啊。贝勒爷过奖。还有田文静田大人，做事勤勉，任劳任怨，人才难得呀。不过车明车大人来了吗？车明已到。传他上来。小民车明叩见四贝勒十三辈子。起来吧。这官员的任免全在朝廷。田大人，你的这身顶戴袍服当初说好了，我是借车大人的。现在你的差事办完了，这顶戴袍服我还得还给车大人呢。田大人您早啊。哟，田大人早。田大人您早。田大人。田大人，田大人慢走。钦差大臣有旨让您和年羹尧参将一起护送粮草呢。这不可能，我是阁员不配。大人您瞧，年大人拿着牌子等您上路呢，您看。阁员田文静谢四贝勒爷不弃之恩。四贝勒说，像你这样的好官岂有不用之理。田大人请起，即刻随我将粮米运往灾区，事完之后随四贝勒进京觐见皇上。打不得，这可是郭妃主子的宝贝儿，快给我快给我。
哎呦，你看看，也没瞧好，就跑园子里来了。去，去，把他抱过去，给薰儿的郭妃主子送回去。这。哎呦，张大人，您这么早就来了？皇上刚召见完大不列颠国和朝鲜国使臣，这会儿正更衣呢。您请。四爷一个奏折就参掉了30多名府道官员，这是不是也太急躁了？这差事啊，交给八阿哥他们干，准不会这么干。哎，不过怎么说呢？也难得四爷和十三爷这片心呢。哎，那些个官员，一手从国库里掏银子，一手呢向百姓敲鼓吸髓的，这个对你说啊，佟中堂说的对呀、啊。现在当考官收孝廉的钱，当军官吃空额捞军饷，捐赋火耗加到2两。哎，这大清的江山也真得四爷这样的人痛加整顿不可。昨儿个我听说呀，四爷所到之处都有歌谣了。官员们说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四爷啊叫回话。老百姓说呢，天不惊地不惊，就怕四爷调回京。皇上，皇上，这口风截然不同。李德全，在。给各位大人拿椅子，上茶。这胤禛他们江南一行搞得挺热闹。你们刚才说的，朕也听到了。是各有各的说法。啊？哎，朕这还真有一份奏折。说这个胤禛他们在扬州纵容灾民闹事，逼着那些有钱人呢、啊、捐款。今儿请你们上书房的人来议议，想听听你们的说法。哎，胤禛，你先说说看，对这份奏折你怎么看法？儿臣以为，四弟的才具是有的。办事也肯尽心尽力，这次筹到了款，也够到了粮，也算是借了朝廷的一次燃眉之急，功不可没。但是说下去。是皇阿玛经常开导儿臣们要以德为本，以人导行，激烈欺诈的手段并非立身之本，治国之道。要说在这方面，四弟是欠缺了点儿。那个天津贵顺斋啊，进上来的萨其马，用的是真狗奶子加蜂蜜。啊，和御膳坊做的不一样。李德全，在。给大人们各上一份尝尝。啊。这老四、老十三家里都怎么样了？他们奔波在外，你这当兄长的，该多关心着点才是啊。是，是。四哥，这大概就是皇阿玛第三次南巡时临清过的江夏镇。当年皇上
曾在这儿住过一夜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皇阿玛还亲笔提过匾额，是钦封的德化之地。看来今天晚上我们只能在这儿过夜了。你们都记住了，谁也不许暴露身份，更不得招惹是非，明白吗？听着。走。站住！什么人？我们是北上的客商，到镇上投诉的。投诉？没长眼睛吗？就是，这儿是你投诉的地方吗？啊！回去，回去。只住一宿，房钱照付，怎么不行啊？不行，谁来了也不行。找客店去吧！啊，去，走吧，走吧。没别的道，只能从这江下镇穿过去。少啰嗦！没有刘老爷的命令，谁也不许进镇子。对，对对对，快走吧。跳的不错，不错啊！二爷，我敢担保，这几个女子送到北京，九爷啊，一定是龙心大悦，我姐夫的官准得往上升啊！升个屁！不降就是好的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娄子了？唉，倒了大霉了。打京城里啊，来了个什么四贝勒，还一个十三贝勒，变着法的从我大哥手里，还有那些个严大爷手里，弄走了200万两银子。哎，那其中100万是孝敬九爷的。哦，哎，你说，就光送这几个女的上去，能将功赎罪吗？来客人了，啊！谁呀？是我，五哥呀。哦，是五哥呀。什么事儿啊？马老板，您看，这几位客人本来想在庄上住一宿，可是进不去啊。他们在您这儿将就一下，马老板，由我张五哥担待，您就让他们住一夜吧。啊，这胡教头说了，这几天任二爷来了。还带着一群苏州姑娘，这来来往往的，外人一律不许进庄啊！哎呀，这胡教头的话也不是圣旨吗？再说这么晚了，他们也不是坏人呐，就让他们将就一下吧！啊，来来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请请，来里边请里边请，里边请里边请啊！等会儿您请。后院马老板的客栈呢，就是有点简陋，二位客官呢，你们就将就着住一宿吧！啊，哎呀，这位大哥，多谢你了。豆腐啊，带他们去弄些马料啊，把马喂一下。哎，好了，去吧。啊，这位大哥，这点银子呢，你还是收下吧。我们呢，也多有打扰了。不行啊，我说客官，我安排你们住宿，难道就是要你们的钱吗？哎呀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是因为赶路，还没有吃东西，这点钱呢，烦劳你帮我们搞点吃的。哎，这不行，还得帮备上马料。那也不能收。哎，爹，您看。您怎么走出来了啊？我听说来客人了，我还不出来瞧瞧啊？老人家，老人家，打扰您了。哎，说哪里话呀？我们这儿啊，是皇上爷啊给赐过匾的地方。皇上爷他老人家还夸我们这儿是礼义德化之区啊。可现在啊，爹，您就别说了。别说了。哎，好。你啊，赶紧叫你妹子把鸡杀了，哎，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给客人吃。哎，知道了。这钱呢不能收。九师爷，九师爷，什么事儿？那张五哥把几个外地人带到下院去了。都什么人？衣着不俗，搭脸包袱都沉甸甸的，都带着家伙。好，他娘的，看来这一票有点用处。走，来来来来。啊啊！这是老朽的女儿，哦，叫阿兰。二位客官，坐坐坐坐。哎，好啊。阿兰上水。哎。来，您请。
你们二位，请请。啊，不客气。你们二位客官，远道而来，到我们这个小地方啊，实在是我给你们那我去帮他烧烧水啊。这如何是？没事没事，您请。哎呀，我都忘了问您贵姓了。来，我来帮你烧。我们姓艾。哦。我排行老四。哦哦。他排行十三。哦，来来来，喝水喝水。好好好。火直冒烟，我听说皇上还给他赐过匾是吧？是啊，那匾额现在还挂在庄主的那个大堂上呢。十几年前我也到过桂镇，我记得那时候的庄主啊，是顺治爷那一朝的第一科的进士啊，你们都叫他刘老太爷，他现在还在吗？他已经过世了。那现在的庄主呢？嗨，是刘老太爷的小儿子，名叫刘八女儿。他怎么起了个女人的名字？刘老太爷前面生的七个，全都是女儿。61岁的时候才生下了这么个儿子，他呀，他是晚年得子，担心孩子长不大，因此取名儿就叫刘八女儿。小兄弟，这是给你们几位吃的。哎，那年我到桂镇的时候啊，我记得不是现在这个模样。虽说那个时候啊，也有庄主管着。可镇上1000多户人家呀，大多呀都有自己的田主。后来呢，现任庄主和他的姐夫出钱呢，把住人的田土都给买了去，改建了现在这座城堡。那得要花多少钱呢？说到钱呐，除了当今皇上，只怕就算咱们的庄主和他的姐夫了。你们的庄主不要交税纳粮吗？庄主的老太爷是士绅，他姐夫啊又是现任官儿，当然不要交税纳粮了。他姐夫当什么官儿？他就是现任江南盐道任伯安任大人。高峰，高峰，时候差不多了，走。哎，你干嘛呀？这不是咱们这说话。老爷，你先别睡呀、啊！就是、啊，先别睡，先别睡，烫烫脚，烫烫脚，来来来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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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把被盖铺好啊！你们这干什么呀？这是坐下坐下啊，坐下！哎，来快烫烫脚，舒服，对吧，老爷？哎，你烫烫脚，烫烫脚，舒服啊！哎，来，哎，你们这是
哎！没错，这些都是胡教头派来看庄子的。四哥，这还了得，明儿把地方官叫来。算了，咱们是过路的客商，再说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他们杀了人。五哥啊，这些人如何处置好啊？这房间后面就是河。嗯，把他们扔到河里去。好。哥，你在这儿也不是个头，明天跟我们一起走，随便做点生意比待在这儿强。张五哥，张五哥，张五哥，你给我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二位客官稳坐，我去去就来。快出来，出来，快出来。张五哥，你给我滚出来，出来，快出来。胡教头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呸，你他妈还问我？我问你，是谁让你把外人带进庄来的？就为这个呀，几个客商错过了宿头，在马老板那儿借宿一晚，也犯着您生这么大的气。借宿？是跟你妹子借宿吧？啊！胡教头，你的嘴放干净些！你狗娘养的，勾结外人无视庄规，还敢顶撞老子！来人呐，先把这小子捆起来。慢着，胡大爷，胡大爷，我这孩子年轻不懂事，冒犯了您了，求求您了，看在老汉的薄面上，不要同他一般见识。哼，看你的薄面，你他娘的一个犯贱的下人还有什么薄面，滚开。爹，爹，爹，姓胡的，你敢打我爹？好小子，有种啊！老子正想他妈收拾你呢。啊！好小子，有种，老子早想收拾你了。嗨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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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杀！四哥，你让我去教训教训那条狗。不急，再看看。啊，爹，你他妈狗娘养的，把他们两个给我绑到炉柱上。哥，把这个老家伙也绑起来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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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胡教头，胡教头，你放了我爹，放了我哥，胡教头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杀了我爹，不要杀了我哥呀！要老子放了他们也行，你得先陪老子睡觉，伺候舒服了，我就放了他们。你放了他，畜生！你放开他！老十三，去教训教训那个畜生。走，放开他！走，姓胡的畜生！畜生，你放了他！放开他！姓胡的，你这个畜生！对。爹，你，哎，滚，哎，滚，啊，哎，哎呀，这，哎呀，哎，哎，哇，呀。慢着，不能动手。为什么？你看，
八爷他们。请问你就是刘焕之的小儿子刘八女？九王爷的门人任伯安是你姐夫？我知道你很想知道我是谁，但是我的名字你不配问。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你这江夏镇再厉害，也是我大清的天下，你要遵行我大清的王法，管好你的奴才，不要鱼肉乡民。去把张老汉一家给我放了，快！老人家，你受委屈了。这是谁干的？谁干的？八爷，把他们都抓起来，关到后院柴房。八爷，八爷，八爷，走！现在您该告诉我您的尊姓大名了吧？你真的想知道我是谁？我看，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。既然不肯相告，不知者不怪罪，倘有失礼之处，也就怪不得我了。现在，请你们马上离开这个庄子。丁主子，太医院的医正林国康亲自来了。哎呦，阿弥陀佛，是太子爷派来的吗？太子爷不见人，多亏李公公从床上惊醒了皇上，是皇上亲自派的林太医。快叫他进来。回主子，林太医说内眷们在这儿不方便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弄这些虚文，快叫他进来给红石看病。是，快快！咱们又见面了啊？怎么，你真想从我这江夏镇过？慢，四哥，看来我们今天从这儿是过不去了。可是，我们要不从这儿过去的话，要多走几十里路。要在平时，我早就揍扁了他了。那就请你们下马进阵。普天之下莫非黄土，为何要下马？我不管你们是谁，要想从我这个江夏镇过去，都得乖乖给我下马。你放肆！我看你还是不要放肆，抬起头来看清楚一点。你要是骑马敢从这儿过去，我刘八女就敢对你不客气。真不明白，皇阿玛怎么会给江夏镇这样的狼窝子赐匾？如果没有皇阿玛那块匾，我早就……不要再说了。
国老十三，长这么大从来没生我这样的气。你们都听着，从现在起，谁也不许再提江夏镇这三。